紫薯这回算是一个大货了，大货吧，跟之前咱们玩的那一款样品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。首先咱们说之前那些透明件啊，我那个时候的试件版本的测试件里边有一套黄色的透明件，那个可能也是在备选的范围之内的吧。这回就是透明件只有一套紫色的，不过我觉得一套紫色就够了，因为一个霸天虎角色弄一套黄色的透明件有一点不搭嘎。接着就是其实在这个座上边，这个是支架上面撑人形的那个座，这回里边有一颗强力的磁石，也就是说它开那些就是灯泡开关的时候啊是磁吸开关，这回给你加颗磁石，你拿这个就可以把开关吸开了。盒子依旧是柠檬树的这种线稿格子，背后这里飞船的一个展示吧，这边是人形的背部，很简单，就是一个线稿图，不大，你拿开，说明书，对，开页，讲的还是挺详细的。然后就是说啥，因为上次玩那个样板的时候啊，那个是我自己研究的变形，也没有个说明书，所以呢就有两个地方漏变了。这回说明书上面指示出来，我看了一下，哦，原来这两个地方还能再变一点点。来细看吧，一点一点的来。这一回的这个紫薯飞船，它给你加了一根炮管，不是炮管，这个算什么？电线算什么？叫什么？随便吧。这是一个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形容啊，电炉子，电炉子里边的那个电阻丝，就那个感觉，弹簧，对，跟弹簧有点像。倒是你变形的时候其实不用拆下来它，你就可以放在这儿，也可以给这个地方直接连起来，臂炮给这个主引擎这个地方去蓄力吧。飞船形态基本上是这个样子。哎，你这个就不能配我，你要说有说明书啊，我照着说明书没变到位，那你配这自己研究，我只能说看着那个官图慢慢的变吧。就两个小细节啊没变到位，首先就这个飞船的形态下，你看我在样品那一期的时候，我的飞船是这么长，其实呢在变成飞船形态下，这里有一个滑道能把它再拉出来一截，里边倒是也有细节口，就让这个舰首的部位更长一点点，可能看起来这个飞船更好看吧。其他的部分吧，就是在变成人形的时候啊，还有一点漏变的，在人形的时候一会儿咱们来看。这一回的大货版要比之前的那个样品版要紧特别多，非常非常的紧，有一些卡扣吧，尤其背包的这一块，曾经那个样品可能是把玩的比较松了，而且在变成飞船形态下，如果这两块夹得不紧的话，这块很容易炸开。倒是这一回的大货版嘛，首先很多的关节都变紧了，这边的卡扣它又做紧了，所以这回结合上去以后特别的稳固，基本上就样子。哎，我新摄像头拍出来了，好像不是那么蓝了，是吧？能看出来这个紫薯的那种紫色的感觉了。上一次那个摄像头啊，拍出来的它是偏蓝色的，这一回就颜色稍微正常一些了，不是玩具配色换了，是我摄像头换了。好，然后我们老规矩把特效件撅了。这个管子嘛，管子就跟这儿拔开就行了。然后变形为了方便嘛，咱们先把臂炮撅下来。变形第一步还是先拆支架，就是说到这回坐紧的位置，中间这里的咬合做的特别的紧了，啊，开了，把支架给它揪下来。中间这里的卡扣，这里的卡点咬得很结实，把它割开。背包我们一会儿再变成尾巴。先放松，解松掉它，然后我们先把这些小的东西都收一下，舰首的这两个小刺刺
缩进去。这两根刺刺是尼龙件，柔韧性还是很好的。缩进去，还是老规矩，先从紫薯的这个屁股开始垫起。首先把屁股给它掰开，中间这里有一个对缝线，扣松扣松，然后从这里再扣松，然后再从这里扣松，从这儿撬开，这里边的卡扣扣开，这一块是从哪儿连着来着？从这儿连着，把这儿扣开。好，解开了。螺旋状翻开，两个膝盖给出来，卡扣给这插上。差不多了，把这儿的齿轮关节腿部左右先打开它，打到这边来，然后就说这回的腿部变形，首先还是先把这个小片片挡肉的片片扣起来，接着脚丫子转一个90度，根部把脚丫子先释放到下边，这一片拨回去，再往里转一转，好吧，差不多了。然后也是顺着这个关节往里折，折回来以后嘛，这里卷的差不多就行了。然后就说到上一次我漏变的一个地方，卷住腿肚子就行。上一次这个东西我好像没翻出来吧，我就是直接跟这么点进去的。其实在变人形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个90度的关节要把它折起来，然后腿部夹住，它是分层的，你要先把剑桥的这个部位跟这里扣上，这块卷一卷，在剑桥的部位先扣合，这个腿部先接受住，然后再把后边腿肚子上面的这个零件，这里也有一个卡扣，再扣上。哎，这回腿部吧就相当于有一个双重锁定，这里边的这个零件也不会乱动了，这块就扣在上边，很结实了。接着我们变脚，脚丫子这个地方是一个合金板子，旋过来，脚后跟正好，哦，一个小腿就变完了，往这边折，然后弄一个90度，另外一条腿90度打开，打展吧，脚丫子放下来，脚丫子放下来的时候注意这个肘，捏着根部把它转一个90度，这样去放平，嗯，然后把这一边折进去，这个顺着开口处放下来，卷一卷，记得把这个引擎的部位折一个90度，剑桥先给它扣上，哎，这里边这个板子又忘了，啊，这回你们可以配了。这里卡上，然后再把这个洞洞卡上，好，这条腿就好了，放正的，旋转过来，脚底板过来扣上，
两条腿现在基本上就放正了，然后把裙甲撩下来，后裙甲先撩下来，接着我们把背包这里稍微往前打一打，前裙甲这里也放下来，然后这有两个片儿，大腿的一个挡关节的，插进去，好了，下半身就别好了。接着这里的 Z 字折叠，这个关节折出来，放过去，旋转180，扭到正确的位置上。下半盘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，稍微的调一下。腰部以上的位置，先把这个背包往后窝一下，放在这儿，接着把这个地方的卡扣拆开它，卡扣折下去，依旧是老规矩，把这块叠起来放下去，然后双动关节把这个提上来，G形态，双动关节先搓到位，然后放下去，接着这个腰部的零件凸出来，扣回去，然后又一个 Z 字折叠，把它归到位，卡上，上半身。两边打开，接着这个盖子打开，头翻出来，耳朵翻好，这片叠进去，扣住，接着把这两颗侧面的板子压进去，头压进去以后，我们把胳膊左右分开，胳膊中间这里啊，它中间有磁铁吸附，看到没有，所以它这个胳膊的变形过程中，不是说你卡扣卡上去必须得怎么样怎么样调到位啊，它直接你放在这儿的话，磁铁就吸上去了，这个细节做的挺好啊，好像样板件的时候没有这个磁铁。接着也是记得这里边有一个滑道，合金的滑道，你对比一下，这两个胳膊要滑上去变成人形，肩膀放到位置，然后这里有一个 Z 字折叠，现在还不要 Z 啊，因为胸甲还没盖上，我们直接打横就行了，滑到上方来，这根部记得滑到底一定啊，要不然胳膊放不平，稍微的顶下来，好，接着把胸甲满罩子立起来，各到位置，左右闭合，胳膊就可以现在 Z 字折叠提好，把这个挡肉的小窗户关上，把这关节先扭过来，接着变胳膊，翅膀先撩开，变胳膊的时候得注意这里的一个小的凸揪，把这个地方抠开，把这块打开，双动关节都是，然后里边的手翻出来，它吸铁的位置在这儿，这个地方装的磁铁，然后 Z 字折叠
这个 Z 字折叠折到位之前呢，要把这个东西折到里边去，把它压下去，然后穿过这个空着的洞，把它藏到这儿，你这样这个双关节折过来就不打了，扣上，接着胳膊肘这个地方滑道缩起来，这个也是上次样板件变形时候遗留的一个问题啊，不漏变的，腰缠好，另一边也是，手腕转过来，小扣子给它先扣开，这块打开 ，Z 字折叠，哎，这个插进去的，然后推，推到底，其实有一个小锁定点，要搭一下。最后整理背包，把这两块先插住，这个插的时候也能感觉到特别的紧，插结实它，然后跟两个合金杆 Z 字折叠，根部这个不要动，先把它拉上去，插入这个钩子，然后再往下滑，锁住它，嗯，锁好了。这个地方拉长，根部这里其实是一个锁定，在变成人形的时候把这拉长，折一下，然后再双段关节折叠，把这个地方的卡扣怼上，冲上吧，冲上好。嗯，对上它，背包基本上就这样了。然后呢，其实这个背包啊，根部这里还有一段关节，你从这里可以拆开它，拆开以后这个背包就能背到这里了。另外还有个小细节，它中间这一圈的灰色的这个带子是可以旋转的，比如说你其实是可以调整这个小翅膀的一个方向，你要背到这儿呢，背包就太厚了，所以还是横着背吧。插回去它，接着我们把手换一下，手直接拔下来。背泡换上，后边这个连接的呢还插在这儿就行。就是啥呢，其实吧，理论上来说你这个背包是可以不用摘这个链子的，但是呢我建议大家不要这么做啊，因为我在第一次尝试的时候我想着把它一体变形，所以呢这一块你看这个弹簧有点被我拉脱了，就是在尝试一体变形的时候搞坏了，所以不建议大家一体变啊，能拆下来还是拆下来吧。柠檬树的这个设计啊挺有意思，首先这个不能说大伯伯啊，紫薯，这个紫薯的变形是我第一个没见过的，有很多的变形结构是一次很大胆的尝试在这个上边。第二个，能把八六大电影里边惊破天的那个飞船这个元素融合起来吧，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啊，没有必要非要去专门的搞一个再还原啦，怎么怎么样还原，你非得把震荡波变成一个那种外星的激光枪，你倒是这种原创的元素，这个也算是半原创元素吧，把其中剧里的一些东西搞出来，我觉得这个挺有梗的。曾经还是在08动画里边让我觉得这个挺有味道，是大力金刚变成了方舟号。原先咱们的世界观里边，方舟号是方舟号，大力金刚是大力金刚，但是在08的世界观里边，大力金刚变的方舟号，而且配色什么的也挺接近，变出来还挺带感，而且在剧情的后半节里边吧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所以呢这种想法我觉得挺有意思啊。
尤其你各种各样的飞船，到时候你变成某一个角色，就是唯一有点啥呢，你大力金刚变方舟号，因为两个都是那种巨型金刚嘛，体型会比较大，震荡波变惊破天的飞船，那震荡波变成人形得多大，是吧？可能很多人在纠结这一点吧。不过总的来说，我觉得紫薯这一回的大货这个素质啊，是要比我之前玩的那个样板件的素质要高一些的，起码在一些该紧的地方它做紧了。另外呢，就是查遗补漏，在样板件的时候我有两个地方漏变了，这回看着说明书终于把它变完了。另外就是大货的额外增加的这根弹簧的这个软管，就这个质感就挺好了啊，滴滴嘟嘟的挺不错，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，这个设计很有意思，用料也还可以，如果正常变形把玩的话基本上不会坏，因为它这个料子应该是比较有韧性，也是掺了一些尼龙的，精准度还不错，而且看似挺难啊，其实你理清了它的逻辑顺序以后没有多少步骤，只不过你从人形变成飞船的时候腿部这里边得好好调整一下，仅此而已，就没了。总的来说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一款产品。